我们就是铁路官，就这一行呢，各管一边，各管一段，就要为了跟你老公团圆，你不值班，那不可能的，大家都是这样过的。媳妇不是要吃饺子吗？三汤饺子，这是牛肉萝卜馅的，可以包一点，算是一点安慰吧。顺便过去到老王家，我们去回访一下。车辆上这样感觉24公里其实挺近的，但是真正到工作这一块的话，其实特别远，很难见一面。